通过 Final 查询，就是在咱们普通的一个 circle 里面，我加上 Final 这个关键字，那么会触发它的一些特殊操作，比如说去重啊、聚合等等。也就是说，以前要等到分片合并的时候才执行的动作，现在就可以执行。而且，它不会影响咱们的 ClickHouse 服务。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执行分片合并了，而是本次查询我单独给你做了一个去重，是这样子的。但是大家注意，以前的版本没人用啊，以前版本不要用 Final， 为什么？一个原因，单线程，你的查询会变成单线程。你想想单线程是不是效率很慢啊？但是在新一点的版本，应该是在 20.5 吧，我记得是 0.5 哦，这里有写 20.5， 它进行了更新 ，Final 查询也支持多线程了。所以如果你是 20.5 之后的版本，你说我们用 Final 进行一个去重，可以没毛病啊，因为支持多线程。来，我们来试一下就行了呗，老版本我就不去玩了啊，老版本因为你看不出啥啊，看不也行，老版本看不出啥，新版本啊行，我给你们跑一下吧，但是只能看不了执行计划啊。Hadoop 一是 20.4 啊 ,20.4, 那我直接拷过来吧，还是跑吧，纠结题。你看 20.4 啊，我现在执行一个查询，哎，没考过来，回车，data size V2 这里还没有对吧？那我来个 V1 呗，好吧。怎么会没有呢？时间不对，0317吧，我记得数据的时间段是这个。啊，你看有了吧？好，让他慢慢跑吧，又要那个了。来，我们截个图。接下来我再加一个 final 啊 ，final 加在哪呢？在 from 这张表后面加一个 final。啊，他报什么错？不支持 final，merge tree 不支持。但是只有什么支持 final？ 一个是 replacing， 一个还有一个 call 什么什么 merge tree， 还有一个什么 summing merge tree， 就有4到5个支持 final 啊。这张表还不行，那老版本我就。先不去玩了，你可以像咱们之前一样建一个什么 Heedless V2 嘛，插几条数据进去，然后改一下它的引擎就 OK 了，改一下引擎就 OK 了。我现在就先不玩它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新版本啊，新版本首先来一个普通的语句啊，这个我不跑啊。我要 explain pipeline， 这个可以看线程情况，这个可以看线程情况，来，这个应该很明显的吧，同学们，这是啥？两个线程吧，啊，就是这个我是没有加 final 的，并且后面加了一个 settings， 那有的同学说你加的 settings 当然是2啦。那我不加呀，你看是不是2啊？因为它默认就是支持多线程的。还记得咱们前面有个 CPU 配置吗？对吧？什么默认是 16， 默认16还记得吧？那我为什么是2呀？我的虚拟机是不是只有2个线程啊？对吧？它就用的呗。好，那接下来我们试试加一个 final 啊 ，final。那我在 from 表明后面加一个 final， 要注意加的位置啊。好，回车。有吗？这个是它的表引擎叫什么什么玩意儿，然后 merge tree，
这里能看到吧？是不是两个线程？你不信的话，我这样。Final，哎，那个 setting 了呢？好，我加一个 final，我 setting 也写上啊，我把它设成多少啊？一，是没了那个乘二了，这个就很明显的吧？所以知道那个乘二是线程数，对不对？那 final 现在支持多线程了。那老版本，我换张表来查，我也用这个语句来查呗。哦，我老版本我没改啊，这个表明没给它改掉。用它的话，我们试一下。它看不了执行计划呀。新版本我们都看到了，那老版本来试一下。不试出来还不行。老版本我已经放了官方数据集啊，看一下这个啊，应该0秒，时间也得换一下，start take，我把它换一下啊，替换一下，这里忘改了，好了，再跑一遍，没加库名，哎呀，这个好烦呐。应该刷不了多久啊，我 limit 了，做了 limit，好。接下来老版本里面我们加上一个 final，大家觉得速度是变快变慢？对，因为原来是不是可以用两线程啊？加了 final，老版本只能单线程，讲道理速度应该变慢了。哎呀，又没加库名，哎呀，好烦。data size 走，好，已经过了4秒了，其实，瞬间就打满了。那我想想啊，那如果我不过滤呢？我不加 limit 呢？因为才100条嘛，我让数据量大一点，但这样可能我就卡死了。那我们重新截呗，因为新版本看执行计划很明显，我都不用跑。哎，老版本烦，我不知道他要刷多久，同学们。好，等他刷吧。那我们继续聊啊，继续聊。Final。我们新版的执行计划在不在？我们再瞅一眼吧。还有一个事儿要给大家讲啊，还有一个事儿，这个是表引擎做的操作，对不对？这个是新版本加的 final，同学们，新版本加的 final。好，接下来你看，啊，不是，这是一的，二，这里还能看到是两线程，但是后面有吗？后面有吗？这没有了，它其实是什么？你只有一个分区，因为我过滤了嘛，我物业条件是不是过滤分区了呀？哎，我也可以这样，为了考卡那个再刷我这个，动不了了，我不指定分区了，呀，还不行，卡了。我这个，如果你用那个1亿行的表，它是很明显的。它这里是什么呢？就是 expression，然后有一个这个，然后再缩进，又是一组，然后再来又一组，又来又一组，又一组。然后呢，这个里面都没有乘以线程数，为什么呢？那这个缩进是不是代表先后执行啊？那这个时候是为什么？它虽然是多线程执行，但是它读取。部分的时候，分区的时候，它是串行的，它是串行的，就是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那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数据也看不出差距，但是综合来讲，它是不是跟老版本做了一个改善呢？我看一下，还没刷完对吧？你看这个太慢了啊。
那我们总结一下，总结一下来，数据一致性。什么意思？咱们用类似的 merge tree 的时候，不能实现什么？不能保证查询时没重复。为什么？因为它是只能保证最终一致性。首先这句话你要记住，这句话你要记住。另外怎么解决？第一种。手动执行，但是生产环境不推荐。第二种，什么？通过 SQL 实现系统，比如说 GroupBy，对吧？如果再高级一点的用法，可以什么？加标记字段，加标记字段来实现啊。好，第三种，新版本。啊，或者说使用 final 关键字，那这个呢，我们注意，如果是20.5之前的版本，final 是单线程，那如果是20.5之后的版本，final 可以是多线程，但是读取的时候是串行的。就是说效率有提升，但是呢，还有一点点不完美的地方。那综合来看，如果是你生产环境，你用哪一个？第二种是吧？不一定，二三都行。新版本的话，如果你说的版本是这之前，肯定第二个。那如果是新版本，那你两个都可以选，因为第二个一定最好吗？是不是牺牲了什么效率？那第 final 的缺点，新版本是什么？也是不是效率比普通查询稍微慢那么一丢丢啊？两者是不是都牺牲效率？你这两者不同的数据量、不同的查询逻辑，可能结果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你应该怎么样？两种都试一下。完了之后，哪个在你的集群环境里面效率高一点，你就用哪个方案。能理解吧？当然，你这个 final 是不是得去调这个线程数啊？前面 CPU 配置那你是已经调好了，对吧？好吧，这个记一下啊，这也是一个高频的点啊，大家都很关注的点。其实还有一种，同学们还有一种，就什么呢？我重复一点无所谓，是不是？就像我其实我之前讲，你说100万的日活，我经过重复统计出来100万零1000，你觉得有必要吗？而且目前确实有公司这么做了，我效率一点都不想牺牲，我也不想再去设计了，太麻烦了。那我就怎么样？那你就重呗，他一定重吗？但是像 ClickHouse 重复发生在什么时候？是不是插入失败重试啊？还有可能你本身插入的数据就重复了，对吧？但如果你数据处理得好，插入的数据重复本来就没有了呗，对吧？那如果是重试，是不是数据量很少？对不对？这个就是有的公司会选择的一个方案。大家注意，有这些公司可能还是一些知名的啊，知名的。就当然，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啊，你日常会用的一些工具的公司都会都也有这么用的，OK 吧？4点啊，4点。